我就推动很多文宣。掩不住好心情，市长胡志强出席活动，兴奋跟台下民众来分享台中市以基础建设完善，将科技跟文化温暖结合的特色，从400个城市脱颖而出，获得智慧社区论坛的全球智慧城市首奖。这一次主要是我们在环保和解除就业方面和经济动能方面三个方面表现优异。哦，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精密机械园区做了云端智慧库，4000多笔资料，然后产值非常高，所以每一个厂商都省钱。台中市从原本的21名进步到第7名，而今年夺冠是这次入围城市当中最年轻的新兴城市，未来将朝向无线网络覆盖率，建构大台中市新的电子城墙，以及推动云端资料库概念三个方向来努力。除了环保，除了低碳，我是希望能够为企业多服务，能够好好的为所有的工业区，我们只有做精密工业区了，但是科学园区里面呢，其他的企业不在工业区里面，能不能建立这种云端资料库好好的服务，我觉得很重要。市府表示，台中市虽然从评选过程中毕业了，但之后将会分享推动智慧城市的概念，鼓励台湾的其他城市来参加，将带领大家朝智慧永续的方向来迈进。小雷秋风，台中采访报道。